水，这三个东西其实都同等的重要，因为只要有一样你得不到，恐怕就很难存活。可是老子他只讲上上若水，可见他并不是在讲什么对我们最重要，而是在说一个修道的人，你要找一个学习的榜样，他就推荐水。第四章，道冲而用之或不盈。道冲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所有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大家听了一定会发笑的，就叫做黑箱作业。所以你说黑箱作业好不好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黑箱作业的成品。对不对？你看你投胎到妈妈肚子里面，它都是黑箱作业嘛。你敢透明化吗？一透明化就糟糕了，很多人就被剁掉了。你看那个聪明的灵魂，就是你可以造，他老不让你造出他是男的女的，他老不让你造出来。就是你科技再发达，就好像这个所有的卫星都布满了全球，但是飞机不让你造到就不让你造到，你有办法吗？最近这些天垂象实在是非常奇妙的，你不抓到机会啊，好好学习，那真是非常可惜的。他还想作业生存，你才知道原来啊，只有两个手指头，你也只好认了嘛。一切透明化其实是骗人的，不可能，因为那个过程你就公开化，你就没有结果，根本就没有结果。一开始就透明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有结果的，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去了解。道它如果本体的话就没有叫做冲，这叫做道的作用，就一个冲字而已。你看所有东西都是冲出来的，这个现在人都在做。你看一个调酒器，然后倒一种饮料，再倒一种，然后就开始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冲到全世界都在买，叫做说珍珠奶茶。那就叫倒冲啊。你没有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两种以上的元素，然后在里面呢产生各种化学变化，这样搞来搞去搞来搞去，它就产生新的花样。而用字你怎么用，它不会盈满，它从来不会盈满，经常不断的有新产品会问世，都是冲出来的。所以大家就了解我们老祖宗讲茶都讲冲茶，哎，冲一杯茶喝，那是好茶。现在不会泡一杯茶来，那泡出来茶都不好喝了。冲那个作用是很高明的。烟气是万物之宗，它这个水，你看这都跟水有关，它是很深，深还要宽要厚，那你看不清楚，里面就会产生万物。你看水里面的生物非常多，如果很浅，它养活东西就比较少，又深又广，好像什么，好像很多很多种物体的祖宗源头。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人类也是从水，我讲生物啊，就从水，然后到空中，然后才发现有陆地，然后才在陆地上面生存的。战兮是或存，战是隐没，你根本就看不见，好像不澄清的样子。可是呢，又好像它有东西在里面。我们就拿人来讲好了，刚刚怀孕的时候好像有好像没有，不清楚。老子很喜欢用是，很喜欢用或，就表示
这种东西啊，你没有办法讲得很明确，没有办法，隐隐约约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还会变化，一切都是从变化当中。我很喜欢用这四个字，叫做自然孕育而成。它自自然然，也没有什么神在主宰，也不是说科学完全可以安排的，也不行，它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。吾不知谁之子，我不知道这个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你看这句话对我们影响多大。我们老问人家你爸爸是谁，我们老问人家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从儿子去推到爸爸，没有人没有爸爸的。我们不可以问说你儿子是谁，他可能没有儿子啊。你从这两个去比较，你儿子在哪里？抱歉，我没有儿子，大家都很难看。你爸爸在哪里？你会不会听到我没有爸爸？不可能嘛。所以为什么他用吾不知谁之子？他不会问说我不知道谁是父亲，他不会。道从哪里来？答案是象地之先。什么叫做象？所有有形的东西一开始就叫成象，把象，那个象一成就成形了。什么叫地？这非常重要了。地是生物的根源，叫做地。所以要讲地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所有这些关键的东西还在前面，这个叫做先天。他告诉你，道是先天地而生的，没有天地就先有道，道把天地生出来，然后才生万物。那天地就用阴阳来代表，天地本来是混而为一的，后来经过盘古开天，才天地一分为二，天地定位，然后万物生焉。道以充虚为用，虚其气才不盈。你看那个调酒器里面是空的，才可以调出各式各样的东西。如果里面是满的，你就装不了新的，一旦装不了新的，你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产品。所以大家慢慢去体会这个虚空的妙用，虚空的妙用。中华文化就是这里来的。我倒问问各位，你能够用什么东西来代表中华文化吗？答案是不可能。你看，你想到埃及文化，你马上想到金字塔；你想到罗马文化，你马上想到圆形的建筑物；你想到美国文化，马上想到摩天大楼。他们都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。你想到印度人，马上想到他那个头顶上的包。只有中国人没有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代表中华文化。各位要搞清楚啊，我们不容许有任何东西来代表中华文化，那就叫充跟虚。因为我们的文化永远是活的，永远是在改变，但是变得好像没有变一样，因为它有经。所以经典就是抓住那根本原则，然后一直变一直变。任何文化只要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，它就变成固定，就僵化，最后就要死亡。我们那个钟就告诉你，我们是一无所有，所以什么都有。因为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什么都有。你回去好好想，我保证你想不出有一样东西可以代表中华文化，没有。我们搞了五千年，没有一套自己的衣服，好惨了，不惨了，因为我们可以穿所有的衣服，
因为我不受限制嘛。你看日本人一定要穿和服就完了，一定要穿西装也完了。中国人我喜欢穿什么我就穿什么，因为我们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对一切有形的看得见的我们都不在乎，我们只在乎你的脑筋是不是中国人的脑筋，是 OK 了不是完了，其他我都不管。我不知道各位听出来没有，我们只抓住那个看不见的部分，我们不在乎有的部分怎么变我们都不在乎，所以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啊。像这些话你用这样来了解你就非常清楚，烟是深不可测，但是它是万物的源头，像水一样好像存在不虚，但是你怎么看它都是虚的。它提醒我们道是先天地而生，叫做象地之先，所以不要再问道从哪里来，不要再问，再问老子就不回答了，他心想你自己去找吧老子假设道就是宇宙最初的共同根源，到今天为止全世界都在找宇宙万物最初的共同根源是什么，叫做本体论，找不到。老子才不管你们科学不科学，他就假定他是道，到今天没有人超越他，他就是第一名的嘛。一个不想得第一名的人他就得到第一名了，你想得到第一名人家就不让你得第一名，这就叫道。第八章，上上落水，为什么？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你看水啊，谁要他都给你，你想要他就给你，你不想要他不勉强你，水没有给你收费用，你说怎么没有收费用，我家用水还要缴钱呢，那是政府收钱不是水收钱的，水一毛钱也没收到啊。政府利用水来收你的钱，不要赖在水上面，他只有供应，他从来不说任何费用，不修报酬，他只有供应，只有利你，他不跟任何东西争名争利，从来没有。处众人之所恶，大家很不喜欢去的很脏的地方，很低的地方，很偏僻的地方他都去。所以故是所以，这个念极就是极极乎乎接近道，水是最近乎道的，但是它还不是道，因为道除了水以外它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道。水和天地一样，并无心于万物，老天并没有计划他要生什么，没有计划，你自然生他就让你生，你自然死他就顺你的意让你死，老仙从来没有跟哪一个特定人讲过你不能死，没有，也没有跟哪个灵魂讲过你一定要去投胎，你要活多少年你要做什么，也没有，不要相信那些事情。如果老天在干预这些事情的话，老天第一个很累，第二个他照顾不过来，第三个他一定就有偏私，不可能公正的。所以谁没有善或者不善，那为什么叫善善呢？是因为人有感于水的这种伟大，有感于水的它有七种很好的品德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善。我讲这点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，水从来没有讲过我是善的，从来没有。第二个，它这个善也跟其他不做比较的，老子没有说水是善然后空气是不善的，没有，因为道本来就没有善恶的分辨，没有，是我们人看到水，哎呀，这样那样，这样那样，哎，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，才把它叫做善善若水。
老子指出水有七种德性，那我们如果朝这七方面去修炼的话，就很快会提高我们的品德修养。这七个是什么？居善地，心善渊，语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人，动善时。你听完以后你会觉得，如果这七点都做到的话，那这个人真是了不起。第一个，居善地。居善地不要解释说水很会选择好的地方去，水从来不选择的。水往低处流，它就有一个原则，其他没有选择。你说那边很脏啊，他不说话，他也去了。你说那边很急的啊，很危险的，他不说话，他也去了。你说那个地方掉下去是有万丈悬空啊，他不在乎，他也走了。水不选择，所以我们选好地理才去买地，我们选好风水才去住，恐怕也没有必要啊。他告诉你，水所到之处都是善地，是不错啊。没有水，这个土就没有用了。有了水，它很快就改善，慢慢就变成可以用了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辅人居辅地，你自己行得正，你的福气够，你不怕邪，你住哪里都是福地嘛。一块地再好，你自己不行，你住进去把那个地都败坏掉了，你还讲什么？但是很少人敢这样做，因为自己德性不够嘛，很坦白讲就这样而已嘛。所以拿沉客的后就说两样兼顾啊，一方面想选上帝，所以我们最后讲辅地辅人机，就两边兼顾啊，要看辅地，但是你自己要有辅，它才发得起来。就算这是风水宝地，你不够那个辅，你进去也是没有用，它发不了了。等你搬家以后它就发了，你在的时候它就不发。为什么不发？啊，不，这得到底家呢？对对，这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完全依赖外界的东西是很危险的，完全靠自己也是做不到的。所以要内外兼修，心善焉，你的心地很深很广，蕴含着无限的生机。你看烟呢，第一个像谷一样的宽广，第二个够深，第三那个水源还要持续不断的保持这个活的，它里面就生机无穷，那就是道冲啊，不断的会产生新的东西出来。于善人，于就是给。他给人家的时候啊，他完全是出乎一种仁爱，甚至是仁慈，他没有选择的。水有没有选择？没有选择，你要喝我就给你喝，你要喝我不给你喝，他没有。好人要喝他也乐得给你喝，坏人要喝他也照样乐得给你喝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圣人他不分好人坏人，他不分，你不能分啊。我水给你吃，吃到最后坏人也变好人，这才叫做水。言善信，你看水从来不说话，但是他是真诚不假，可信任，水一定有源头，假不了。第二个，水一定有流向，真的有流向，当然有流向，有没有例外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就是从高的地方向低的地方流，这不会改的。你说不对啊，我们在东部有一个那个水是往上面流，从来不往下面流的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你眼睛的视差所造成的，不是真的，因为那不符合物理的
的原则嘛。如果水真的能够往上流，那我们所有能源都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你家里面假定你那个社区有16层楼，不要说太高了，你就有办法让你的水不要经过发电，就能够从1楼它这样流流流流流到16楼，足够发电了。它就流不上去了，它往下流可以，往上流它不能，它没办法。你好好去想想这种东西，它非常有信用，水不倒流就是不倒流，只许进不会退的，该来的时候它就来，该断流上就断流。有什么？因为上面的源头每年都差不多，你的水快光了，我们就知道水源缺了，除非台风，除非下雨，否则的话今年要缺水。他以前会跟你告诉你正善治，大家有没有发现2000年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平不平，用什么？用水。你把它挖一个槽，然后倒水下去，水如果不会从这头掉到那头，就表示它水平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叫水平了。用水来看你这个平面到底平不平，水流动你就知道这边高那边低，水从那边流过来你知道那边高这边低，它水在那里是持平的，你知道，哎，这个做得很平。是善人，水具有多方面的功能。大家看到同一条河，上面有人在那里洗衣服，下面有人在那里洗菜，你觉得这太可怕了？其实并不可怕，因为水经过流动，它就会自己清洗、自己澄清、自己排毒、自己做很多化学的处理，它自己会。要否则上面有人小便，你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必操心嘛，只要经过一段的流动，它就会自己净化了。这些是什么？就是道赋予它的功能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所有物质各有它不同的特性。对人类来讲，就叫个别差异。水有水的性，太阳有太阳的性，风有风的性。它不相同的，动善时，水什么时候动，它跟那个时都有关系。你看啊、哦，顺时、按照时、不是其时。夏天水通常都特别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水多半是从山上的雪，山上的雪如果一下就融掉的话，这个水就留不住，它会慢慢慢慢的融。甚至有些地方它是终年结冰，那个其实那个水源是最可靠的。一个山上面有些冰雪，它终年结冰，然后慢慢的流，那就叫细水长流。那个慢慢慢慢流到下面，就是一股很大的水源。所以有山就有水，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高。我说那么高的山怎么能种树呢？那谁挑上去啊？那不可能，他不可能，他自然一定跟你配得好好的。我们现在还很难哦，有时候你楼盖得太高的时候，你水上不去。当然现在因为有电嘛，可以把它拉上去，万一停电呢，那就缺水了。但是山它不用电，他给你多高，水源就到多高。你只要有能力爬到最高峰，上面它都会有水。我们分别来看啊，水向下流，善居低下之地。这个下是最厉害的，这个下一般人最看不起，但是它最厉害。61章写的这一段，现在国际间都在用。大国者下流，
所以你不要听到下流就想到那个下流，这个人好下流，那国家怎么会下流呢？大国者下流，天下之交。说你如果是个大的国家，你要记住，江海他没有做别的工作，他只是自己处得很低下，然后所有的河水都流到他那里去。如果你是大国，你能够处以低下的地位，全世界的国家都会到你这里来交汇，就这个意思。大国以下小国，这取小国，小国以下大国，这取大国。大国如果你善待小国，小国就会来拥护你，你在联合国里面投票，你票数就多。小国呢，你如果找到一个可以依附的大国，你依附给他，他就照顾你，然后你就等于娶了大国，就得到大国的好处。老子看得很清楚，大国为什么跟小国交好，就是想得到你的支持。小国为什么跟大国交好，就是想得到你的庇护，如此而已。那不然又怎么样？所以不管你是小国大国，你都要下。你一旦要自己居于高峰，自己居于善端，你就得不到任何好处。但是他的结论很有意思，大者以为下。为什么？我再问你，为什么？既然两个一样，大你也要下，小你也要下，那为什么老子特别讲到大者以为下？什么道理？答案很简单，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老子观察事情的细微深入，而且呢长期都可以用，不会因为时间它就退失了。很简单嘛，小国你非下不可，你不下你生存不了。大国往往不会下，大国我这么大我还下什么？所以他才提醒大国，你也是要下，小国才会拥护你。你看这段就讲国际现实，讲国际的外交，你除此之外你有什么别的路走？你看英国跟美国的关系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英国为什么老是附和美国？因为美国大，那美国就要去照顾英国，要贷款呢，要支援呢，要技术援助他，就是这几句话就讲完了。国家与国家一定要搞清楚，你的真正的利害关系在哪里？凡是上的，最后都是维持不了，维持不了。你看美国为什么那么辛苦？其实他不用那么辛苦嘛，以他的资源，以他的科技，以他的种种条件，他根本就可以过很好的日子。你为什么到处去当世界警察，到处去花钱，还要弄很多自己的人出去送死？就是因为你要下嘛，你要下你才能取小国啊，你讲话人家才会一呼百诺，你才有力量啊，你在国际上讲话你才有它的作用啊，否则人家谁理你？你从这个你可以知道国际现实就是这个样子。第二个，烟底流水涌出，持续不断。那个深谷的水啊，不一定都是从上面来，经常都是从下面冒出来的。尤其是什么井水，井水多半是从井底里面冒出来的。你看温泉也好，很少从上面来的，很少，那如人工用管子引来的反而不好，它都底下冒泡，慢慢慢的它不停的冒，你就取之不尽了。第五章，天地之间其有唾液乎？虚而不去，动而欲出。
什么叫唾液？唾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风箱。各位，你会发现风箱是空的，看起来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你把空气一打进去，那边气一出来，火就旺了，再打又旺，再打又旺，那个火不断的就可以让你救治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风箱的功能也是空的，也是虚的。大家想想看，一个风箱，如果你只是去擦去擦去擦，那个火子吧，是在讲火力不够强。你要怎么样？然后再拉过来，拉过来，这就形成我们的是什么？大家非常熟悉的推拖拉，推拖拉，推拖拉。所以中国一定要推拖拉，你这样推拖推拖没有用，有什么用？所以很多人他根本不懂，一直骂推拖拉，那好东西都不能被骂坏的。我们经常被外行人把宝贝给偷垮了。你看你喊一二一二，只能整齐步伐而已，你产生不了作用。拔河一定要一二三一二三，你拔河一二一二被人家拖着走。你要从实际上去分析去了解，没有啊，几千年就这样了，东搞西搞，自以为聪明，然后就把否定的，就把这个祖先的智慧整个否定掉了。这些人见的在哪里？都在地狱里面还没出来呀，所以你看不到他，看到他就给你忏悔了，你看不到他嘛。风箱看起来很空虚，但是它能够创造万物，生生不已，虚而不屈。它里面是空虚，但是应用起来是无穷的，你越动它越有新的东西可以被你制造出来。生焉沉静，但是生机无穷，所以圣人无欲无为。你就安安静静，你就虚的在哪里，你发挥你的功能。什么功能？叫教化。对人类来讲叫教化，对天地来讲叫生机。81章是最后一章，圣人不积，人要积蓄，圣人不积蓄，他不需要积蓄。既以为人己亦有，既以疑人己亦多。当一个人做到你越给别人，你存有的越丰富，你越让别人分享，你取的越多，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功能。没有，我就这么一点点，我不能给你，给你我就不够了，给你我就没有了，这个人还是不够看的呢。大家好好从这方面去想哈。当然呢，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个人都做到这样，但是最起码你要有那个理想，你要朝那个方面去修炼。用普通话来讲，就是说我们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利用有限的寿命把你的能量修大。我倒不喜欢用正能量，因为无所谓正跟负，那个字是多余的。你能量做大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分身，就可以分身。你看为什么关公他可以分成几万个、几十万个、几百万个？因为他能量够大。能量小的，他顾自己都来不及的，他怎么敢分身？他不敢分。能量大的，他就分身。怎么分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去找跟你频率比较相近的鬼魂，然后把它放在那叫新生代，这个神佛也要培养新生代啊。
在他前面叫职前训练呢、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在这里天天灌顶呢、啊，他跟他学习一样，然后去试试办试试看，可以的就分身出去了。他一阵子要回来看一看呢、啊，不回来看他功能又失掉了。这样各位才搞清楚，为什么同样是马祖，这尊马祖要去看那尊马祖，那尊马祖还要看那尊马祖，那看真的看假的？每一尊马祖都是磁场相近，但是不同的灵魂所造成的。所以有一个母庙，有一个母庙，啊，你回来，回来干嘛？年度报告，然后再来总结，有什么新的课程再培训，然后再出去，经常回来 update， 就对了嘛，这非常清楚的事情。你一阵子不回来，你就糟糕了，你真的糟糕了，你就走邪了，就走差了，然后就落伍了，然后慢慢就淘汰了。只要想要，人要，水就供应，他没有选择，他不选择。51章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最主要这个不主宰，这是非常大的特色，他完全不主宰。西方人的上帝是要主宰你的，他限制你这个，限制你那个，我们没有，道没有戒律，道没有任何戒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79章给你一个很有趣的提示，叫做天道无亲，常以善人。他本身没有善与不善，是人的感觉，说这个老天好像都在照顾老实人，这是人的体会，不是老天有那个意思，你是老实人我照顾你，没有这个事，没有这个事。因为聪明人比较不会去向老天要他的照顾，因为他认为我比天还厉害啊！现在很多人认为他比天还厉害 啊我是人定胜天的，你老天帮我怎么样，那道也不干预你，他还不说你这样不对，他还不会。其实老子有一段很精彩，就是说你要走上正道，道也很高高兴兴看着你走正道，你要走上邪道，道也高高兴兴看你走上邪道。因为什么？不关他的事，他如果操心那种，他才会长长久久。如果他像人一样的哦，关心这个操心那个，那完蛋了，那这个还能搞几千年吗？那不可能的。我做我该做的事情，万物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你看同样是狗，有的狗跟主人处得很好，道也很乐意看到说哦，有这样的狗跟主人处得好。有的狗跟主人处得不好，道也很乐的说哦，原来狗里面也有跟主人处得不好的，他都很乐。那一段写得非常精彩，就告诉你一切自作自受，跟道无关，但是道没有离开你，他只是看着你，陪伴着你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啊，你的保护神永远在你的身边。至于你要跟他处得好处得不好，细听尊便，他让你自由选择，他不会干预你。最后的吉凶祸福你自己承担，但是归纳起来，天道虽然没有可亲可疏的区别，没有，它是一视同仁的，但是从我们人的长期观察来，常以善人，水好像也这样，这个物理学已经证明得很清楚的，水它跟好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它里面会排出一种更好的品质来帮助你，它会。这个案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就一杯酒，一杯水，你开始说哎，这个水很好，我喝下去的话会带我清凉，还有呢
洗涤我的内脏的功能，它就有这功效。你如果说这个水不晓得干不干净，人家有没有下毒啊，那你糟糕了，一下去那个作用就是不行，不是拉肚子就是感觉味道很不好，这科学都已经证明了，一切都是你的心在做主，所以心念你是可以控制的，你不要老想东想西，想这个想那个，不要老出这个歪点子，脑洞歪脑筋，那叫做善人，那就叫做善人。第四个，天无言，水不平则鸣，也不妄言。你看天从来不说话，那你怎么知道天意呢？因为他用相来告诉你，所以你要会观相，你观相就知道天意。水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用叫来告诉你。你看那个水啊，如果下面是很平静的，它就没有声音；如果下面是急滩呐，有阻碍啊，石头很多啊，它就有声音。水越难走的那一段，声音越大；水越好走的那一段，越平静。中国人一模一样，当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，点滴滴，无人会出声。受一点点委屈，哇，鬼叫鬼叫的。我不相信有人看到好东西会叫，我不相信，那不是中国人，那是外国人，是不是？你看到那边有一叠钞票，你会叫出来？那傻瓜，看到一个什么？你故意看旁边，把大家碗羹引过去，然后慢慢往那边走，再注意看东看西，把他眼睛顶到上面去，然后脚去把那个踩住，然后就开始讲：哎，你肚子饿不饿？去吃饭呢、啊？想办法把他们疏开，然后拿出来看是真的假的。如果说那里有钱呢、啊，所有人都抢光光，你一毛钱也得不到了。好康，那就点点就好，遐大声，啊，大家拢来分的。你说这样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你用得好它就好吧，你用得不好它就不好，所有东西都这样，这人好不好不是他好不好，我们老说他好不好，同样是工具，你把这个拿去打人就不好，你拿这个点这个就很好吧。工具本身没有好坏，我们老是讲工具有好坏，这很奇怪，工具本身是中性的，它没有好坏，是人才有好坏。一样东西交到坏人手上完了，交到好人手上好了，多言数穷不如手聪，不是中，如果念中那是儒家，如果是道家就念聪，所以同样一个字，儒家解释合理，道家解释道用，要不停的去用它，把那个道聪持续的在应用。你讲了半天，你不如多冲几杯茶来喝吧，对不对？老问你口渴不渴，所以中国有时候你问他，他很不高兴，就这样了。啊，停来的喝啊，闷，对不对？你要喝酒吗？他不回答，不回答就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什么酒嘛，比较重要啊。好酒我就喝。不好酒你自己喝，这个才是。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不太讲话，就这样子嘛？那有什么好讲呢？惜言自然，惜就稀少，自然很少讲话。像惜言自然这种道专句啊，在《道德经》经常出现。他先说惜，然后告诉你自然，他是很少开口的。当然，他会透过鸟叫，透过狗叫。你看晚上啊，那个狗叫得特别急特别长，它就传达一些信息给你，它看到鬼了吗？狗没有看到鬼会叫成这样子，人常常看不到鬼，狗是最容易看到鬼的。猫叫你知道春天到了，
要不然他怎么叫呢？他都传了很多信息给你，是你自己不接受，那没有办法了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千万不要解释说知道的装成不知道，故意不讲，不知道的偏偏讲，绝不是呢。那样这个老子就变成奸诈阴险了，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告诉你，知者为什么不言？因为他怕你心中有欲，你就会把你的知识把它拐成成见，你说出不实在的话。你会发现，同样你的有一个意见，你对张三讲是一套，对李四讲又是一套。我们很少说真真实实的把自己的知跟人家分享，很少很少。一旦变成话以后，你就加上你的企图心，所以经常不是拐这边就是拐那边。我们很少讲实在话，很少，都有你特别的用意。闽南话叫什么？塞龙，不敢塞龙。再有深一层的认识，就是说知的人他知道道是不可言的，你说了半天，你不如什么？你不如让他自己去体会。我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吧。如果有人问你说那部电影好不好看，你怎么回答？你看，你说不好看，最后他还骂你；你说好看，最后他还是骂你。你相不相信？那部电影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他就感觉很奇怪，是不是你不让我看才说不好看？哦，你自己看过，你就不让我去看了，那么小气。你说好看，他就很开心，他去看就很失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受你说好看的，他的期望值很高，然后一看，没什么嘛，怎么说好看？这个人欣赏水准这么的差。所以很多人问我那部电影你看过没有？我说看过了，好不好看？我都回答你自己去看，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嘛。我说好看，你也不高兴；我说不好看，我也倒霉。那我干嘛呢？你自己去看。当然，很不好看的我会讲，你如果聪明的话，不要去看。那就讲得很铁定了。好看，实在好看，我就说很难得的片子。你这样人家就知道你的原则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什么人要说好话，要常常笑什么，我都觉得很奇怪的事情。水常常保持平静，自然的流动。57章，老子说，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你要治国，你要用正派的观念来治国。你要用兵，你要出奇兵。其实老子真的都反对这些事情，都反对这些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没有效果，已经证明两三千来都用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最后都没有用，怎么用？他告诉你，你还是以无事取天下比较有效。老子对这个无事无为无畏，他是研究的非常独到。圣人说，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术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你看他方法都说出来，我所作所为都是顺着自然，没有我自己的一点点私心在里面。老百姓迟早会感觉出来，他就会主动的来参考我，配合我，他就做得好好的。我讲一句话，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，特别是中国人，只要政府少跟你搞七搞八，弄出很多东西，中国人自己都会好好动脑筋去赚钱，就一句话。中国人别的事情不会啊，动脑筋自己去赚钱，这谁都会的，也不要教的。你上学干什么？你除了要当教授，你乖乖的去读博士，那没有办法。你不想当教授，你博士读的有什么用？
只有把灵光的头脑变成呆板了。你要学专业，你提前去读职业学校嘛，先把职业学校废掉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以前我们还有职工可以用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每个人只想穿得漂漂亮亮，然后当服务员，当服务员人家看不起的嘛，有什么好呢？你看我们很多工作，不是说我们喜欢用外劳，根本你找不到本国人做嘛。谁处众人之所恶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我不做，那个不做，那钱我不赚。那你想赚什么钱？赚我爸爸的钱，最容易的，最容易了。我好进而民自正。所以为什么我每次都讲什么呢？严官户出高差。这句话你真的好好去体会它。嗯，我无事，民自己就会富有。你东一下干预他，西一下误导他，搞了个乱七八糟。我无欲，我无欲并不是说我没有欲念，而是什么？我再三说，老子所讲的欲是你的本能的欲望之外，你还可以保留你自己，你不要彰显出来，你不要彰显出来。尤其是当老板的，不可以说你喜欢什么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你喜欢下象棋你就完了，下面人拼命练象棋就想跟你下象棋，因为他就凭下象棋他就可以得到你的欢心，他就可以包围你，他就可以升官发财。这种案例太多了。我们陈清福有一任的主管，他就是下象棋得来的。他家里很穷啊，然后去开那个横贯公路，礼拜天大家都出去玩，他在看书。那时候经过先生常去看了，一看那个年轻人好可爱啊，人家都出去玩，他在看书，就跑去出去问他，你礼拜天不出去啊？你看这个人他不会讲老实话吧？那我家里没有钱，我出去怎么玩呢？就没有前途了。他说没有啦，我平常忙啊，没有时间看书，所以就礼拜天看。哎呦不得了，这个人别别只顾哎，你说说看好听嘞。然后就问他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如果你抓住机会就讲，你就没有希望。因为金果先生他阅人无数，他知道你看刚刚伸一只手就想弹我，还得了，砍掉他。他说没有啊，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就好了，没有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然后金果先生就说，你会下象棋吗？他说我跟你学好了。这样子啊，来来下两盘，你如果两盘都赢金果先生就没有戏唱了，以后他恨死你了，你要给我下象棋。两盘都输的不多，那他觉得很有兴趣啊，实力还差不多，只输我一点点而已啊。所以每次去就找他下，他下象棋是从不提出任何要求。金果先生说很难的有这样的人才，就让你学什么？他说我学土木的就够了。以后陈金福这边临近升高升了，就问金果先生，这个地方不能随便人当，一定要金果先生同意的。金果先生说需要什么样的人？那个人说需要学土木的人，他脑海里面只有一个学土木的人。他去就去了嘛，就是这么回事了，还有什么别的？因时因地因人做出合理的研判，然后做出合理的反应，这儒家的一套就这句话讲完了。后来他是当到全省那个自来水的厂长，水的进退不是其时，所以做事获得良好的效果。你看水来了我们就知道水会涨到这个地步，这是什么天时我们就知道。如果不是这个天时，而居然水涨到这个地步，你就提高警觉。这时候应该水满了，怎么突然下去了？提高警觉。自然就是用这种方法显示给你看。
二十九章很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老子认为一个人要担当大任，都是老天安排的，这叫做什么？大位天定。其实大概诸子百家最后都有个共识，就是说你不要去抢那个位置，你是抢不到的，该你的再没有希望，最后也是你的，不该你的再气势高昂，最后也不是你的。历史已经充分证明，你要得天下而治之，你要抱着一种不得已的，因为这不是你自己能力机会什么都不是，而是老天指派你的。天下神器不可为也，站在那个职务的人，你是不能做任何事情，你唯一的就是唯道是从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不可执也，你不可以牢牢执着那个职位不放。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你想做，老天就不让你做，你想抓住，老天就叫你松手。有为一定败乱天下，固执一定失掉天下。圣人治理天下就这几句话，顺人情，依形势，自然无为而治，就这三句话就讲完。人不可能不顺人情，不可能。人不可能不顺人情，不可能。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看出来，中国人处理任何事情，他人情味永远摆在前面，他不是很理性的，他不是说就理来判断，他不会。我们讲别人的事情我们比较理性，一旦牵扯到自己，牵扯到自己朋友同事的时候，那个理性摆一边。所以中国人不要相信我们有同理心，千万不要相信，我们是从同情心里面来找出这个理来，所以叫做情理情理。我们很少讲法理，讲到法理就是翻脸，翻脸才会讲法理。第七个，水的德性，掌控